火影终于出一款还原度极高的1:6可动兵人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肖恩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是由 Rocket Toys 出品《火影忍者》正版授权可动兵人宇智波斑。厂家之前推出的《战国八骚扰》就给了我很大惊喜。那这次的宇智波斑，毫无疑问，我觉得依旧很优秀。从整体到头雕还原度方面，我觉得非常到位。头部的刻画很有立体感，层次分明。红色的铠甲为金属材质，质感很棒，用手垫上去分量感十足。此款产品玩法很多样化，首先就是双头雕的附属，还有3种不同表情和状态的替换脸，并且有着3种不同形态的瞳孔，分别是血轮眼、万花筒以及轮回眼。每颗眼球也增加了独立的可动机构，玩家还可以通过厂家附属的小镊子取出眼球，自由搭配和组合。还没完，兄弟们，最炫酷的是通过 UV 灯照射可以实现发光效果。我觉得这亮度甚至比内置灯组还要亮。在武器方面，焰团扇是宇智波斑标志性的配件，下面的铁链为塑料材质，金属涂装很棒。而另一把武器就是长度约35厘米的镰刀，镰刀和扇子的铁链可以结合在一起，同时丰富的手型配置可以满足我们日常的把玩和替换。最后就是一个印有宇智波一如家徽的地台，在把玩和可动方面，肩甲做了2段分件，裙甲则是一体成型的，但不会影响腿部的可动，手臂和腿部的弯曲幅度都超过了90度。鞋子为软胶材质，不会阻碍接地性，在日常摆 pose 和把玩方面都没什么问题。对于 Rocket Toys 的这个火影系列，我也非常期待后续的新品，把平面的动画人物变成立体的实体玩具，还原度还这么高，可以说是用心的产品。视频最后记得给我点个赞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